现在我问你，既然你是我爸要派来关心我的，那你的目的应该是要看我是不是过得好。现在你不爱一开始就表明你的身份，难道是要用阴谋甚至是充满敌意的方式来接近我？那是因为我的心观察万条万是不是真是对你好。你敢有亏待你这么多年了，你翁仔某的感情敢真正这么好？我翁仔某感情那么好，敢说你看不出来？哼，歹势，我真正看不出来。我的直觉一向拢真准，除了迄暗，我头一摆看到你翁仔某，恁两个人身躯顶拢有伤，你面有伤痕，伊的面规拢红红。虽然伊解释讲是过敏，也毋过我是听听的尔。后来过下摆，我拄着恁翁仔某，我一直感觉万条万，伊是超工伫咧我面头前，假作恁两个真恩爱，我着怀疑。恁是不是伫咧人情，要做一对假面夫妻？中当的，莫怪会这么关心我甲素媛。含手机啊，顶面嘛有地界咖啡。原来你是阮丈人爸派来的和平使者。万当诶，啊！你事业做遐尼大，嘛爱甲夫人安尼对调调哦。这夫人来个老家塔位头前，连助理拢无娶，迄就代表讲伊想要一人踮遮。结果你嘛对来，若毋是江湖上传言你是宠妻魔人，我阁俩准讲你是咧甲夫人感动。你甲老家结亲家，我嘛是感觉真意外。迄天一知影，原来亲家因家捌发生一种悲剧。新娘的素媛同我甲我提起，要做伙来看真叫伊无闲的小姐。只是我想过无闲，总排袂出时间。素媛伊毋才会家己先走来。这是我甲素媛的默契。这几十年来哦，我甲伊拢是翁仔某对，互相扶持，共甜共苦。我爱你相信，都是因为我甲素媛翁仔某共心，所以我的事业才会这么顺势。这江湖上讲，万条万是某路的团圆，是真的，我欢喜甘愿啦。唔知安尼，阮丈人爸敢当放心啊？万当诶，看起来过敏是恁翁仔某上大的问题。当然啦，翁仔某若是咱共心，这才是上重要诶。多谢啦。今日我就先转素媛来啊。啊对啦，啊既然吼，大家即卖拢已经拍巴顿啊，连工来厝内互阮请。安尼，我就先甲万当诶说多谢哈。哪有人看到别人身姿白雅会哭到安尼？这个素媛小姐一定有什么秘密不讲。你头壳到底是受伤哈？那不是我伫个公司加问你讲两句，我可唔知你竟然走去老家的塔位呢？面前啊，钟淑金对你咱阿爸，等你俩咱阿袂溜，你阁走去祭拜你的后生，你是伫遐计什么真情义重啊？万长元。你是平常对我大细声啊？
麦克那样对我拍声骚啦！你真正叫是江淑金是吃菜吗？你若阁继续无当作一回事，伊家亲二家三万去倒就通啦。若是天公要安排，我是伫邓清波手头，这嘛是我的命。命，你丁会官原本是啥物命？是永远爱偷奶奶的命。你就是代志不要扛啦，你就会当变当来顶会官，你的人生就会当由你家来做主，别笑笑啊！你无厝、无路、无亲、无故，捍卫会当挖苦的奴才，拢已经动容去啊！你就干那剩孤苦单身一路。这几年来，你伫拢过着经济约会的生活，我都唔相信。你甘愿失去这一切？你，我所来人生目标，就是偷偷接我你。我看，这几年你因为甲地清浦的约束，我那过着真惊险的日子啦。讲什么对地少元的真心，对地少元的痴情？讲起来，拢无值你一仙钱，迄拢是因为你惊死，所以超工要别人看。哼，迄是为了你要保命，你比唐哥不如，我根本就看你也袂起。我不准你意图，我跟素婉的感情。你是我一世人唯一爱过的查某人，这点是确确实实。但是我已经死了，一早就已经死了，一早就已经认清事实了啦。不。伊无死，伊即摆都徛伫我面头前。只要我万条万无放手，任何物件拢袂当为我取代算计。你在骗我！你别来讲我，我嘛话紧啊。惠弟，你拢已经做地少元做了遐尼侪年啊，我嘛无亏待你啊。你都买点吃，嘴吃嘴馋，给我好好啊认命，过完这世人。阿伯，我把所有的人生，搁继续给你控制。你若是唔肯帮我耍，我就家家所有代志都压出来，我就看耍落来是谁家凄惨。你敢？做你怕？你若敢动手，我即马就是打电话江雪清，破报的画面直播给伊看。死狗，我相信你绝对连逃命机会都无。对，安怎？你若是爱我配合你，继续做假面夫妻，你上好免想咧继续控制我。我是咧求你呢，你哪会这样？你还唔知好歹啊？我要哪有可能帮你去做一挂已经无采工的代志？为着要弥补你对面我的亏欠，煞来到想安怎？去帮伊念经烧纸？还是归去去家己的灵位接单拜，想憨嘛？我无可能和你安尼做，已经死透啊！骨头拢当下骨啊！你搁对伊迷死迷乱，想要创啥？小平哪里啊？给我！无可能啊！无可能啊！我要等了你对伊一剑，安尼以后，咱就太平日子摊过。啊！
哎哥，刘巧，搞清楚，你跟咱两个吵架，一个叫做万新美，一个叫做万金玉，啊，你有了解无？我靠，你的美哥，你命格格万格格，你连我最后尊严良心你都夺走，我小月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你个林天书记，你一世人拢爱跟我把作伙，继续做你第三员。你若无愿意，你即马就当去死！一定陪你后生甲过去的，莫阁踮遮，还有伊拖病啊！我干嘛去陪我二哥？我做何事？我唔爱看小老弟，你只只好过来是个病。我只嘛跟你做孽了。不是皮大，搞等啊！你想啥？你把我就看不出来，我连这天文观测都应该做的代志。我先卖做代志哦，你跟住。迈过来！我超越，我特别赢你，是我无路用，是我给咯。还有跟我做鱼，是你家己后一步。我天文观，你是老皮匠。我来讲一个人生，都快结结束了。杀！你先忍耐一下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起来。你敢放开？你敢让刘总去？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算完，是你自己讲，我一定说的是，你没有做到我。你别讲了好不好？我死都要把你放开，你哪个也袂顶当，这话让你做歹声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莫再叫我这回啊！你我死就死不了。你敢做另外一个人，敢做第三个代志？我不敢做你的家人啊！你敢不敢？我从来都不把你当作是所谓的代志，你都是我的所愿，是我这世人唯一爱查某。你还相信我？我每个心就是该死给你的红颜，你死，我嘛死，你我。我的话，你有听到吗？啊！你给我进来，我一定把你救起来！啊啊啊！爸！爸！今天你把刀救起来！妈！妈！妈！啊！杜家，万朝远，那你要还了我一款，为了救我。连家己安慰拢无够，伊到底伫咧想啥？敢讲伊真正对我是真心的？